大家好，今天是2023年的11月1号，星期三啊。这个都已经不新鲜了，我的两台这个 iPhone 15的这个 Pro Max 啊，然后呢，两个都是原色的，两个这个反正每一年这颜色吧，让你就是说感觉其实不是很满意。我觉得它现在这个好像普通的 iPhone 15反而颜色倒多点，它这个 Pro Max 这边反正能选的好像今年就四个颜色，每一年都是三四个颜色，是吧？能选的颜色不多。然后呢，反正这几年吧，选的都是那个就是说出的，就是说它每一年出的那特殊色。最早有一年是一个什么绿色，是吧？后来是蓝色，这个是紫色。去年是紫色，对吧？最前年是绿色，对吧？出了个绿的，后来去年是蓝的，这紫的，其实去年这紫色其实还不错，我还挺喜欢这紫色的，对不对？然后今年呢，这几个颜色呢就没什么意思，最后我们俩选的都是那个原色，原色套就是那个它今年是什么钛金属，是不是？它这种等于不上色，就是钛金属的原色啊。然后呢，很多人都说不错，然后我也不知道，这两个我还没开封啊。每一年弄的都是假开箱，都我已经打开了，都已经导完了，之后给你录一个开箱。今年来个真的，好不好？今年来个真的，从这撕啊，撕开一个，下面再撕开一个，还不好撕呢。然后再撕开一个，我也没看到，咱打开咱看看到底什么颜色的，好不好？这又一个，这是撕两个，然后这应该就能打开了吧？哎呦，这颜色，现在哦，它上面贴一层东西啊，贴一层。要打开要这颜色的，不是太让人喜欢。咱们看看撕开之后怎么样啊？这边撕开啊，看着其实真的跟14一点区别都没有，就从正面看看不出任何区别来。你能看出区别来吗？看不出来，看不出任何区别来啊。这侧面反正这块呢就变成一个键了，其实我还更喜欢它这个静音键啊，这静音键我觉得用的特别的顺手啊。它现在换了这个后面没有，老婆后面没什么能接的，就是这颜色，这什么鬼颜色呀？这是他们还都说这颜色好看，我的天。哎，不算了，反正就这么一年，忍一忍就过去了。忍一年就过去了。对，生活就像被强奸啊，忍一忍就过去了，没办法。这就什么这，哎呀，这一般呀，这啥也没有，就这么个意思。哎呀，这怎么就看着就跟个，哎呀，跟个不锈钢壳似的，特别像我们这儿这个他们，纽约那些特别先进的，我不说哪儿的那个中国人，他们做那个房子，你知道吗？房子门口他们特别喜欢用不锈钢装饰那个窗户，装饰那个门，特别像那个不锈钢那灯。我觉得，哎呀，怎么说？哎呀呀呀呀呀！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我早知道，我想个今年是不是也有蓝色的？我早知道我想个蓝色的了，我怎么想个这颜色？蓝的、黑白的。不过现在好像14天之内可以换，不过我也不想折腾了，算了吧。哎呀，而且你知道吗？你要选蓝色的还不用等这么长时间呢。嗨，我跟你说啊，它不是9月10几号就可以定吗？你最早的一波啊，9月22号就能拿到。我们从今年开始，我们是跟苹果去升级了。我们以前我是用的Verizon， 我都是跟 Verizon 升级。然后呢，去年的时候呢 ，Verizon 给了我一个 deal， 特别特别的吸引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呢，我就选了，它是一个就是整个一个 trade in。我以前不是年年换新嘛，后来我一看，去年我一看那个 trade in 比年年换新合适，我就 trade in 了。结果呢，我就没仔细看它下边那个说明，它下面那说明怎么回事呢？你如果吹着印的话，你3年不能换，3年不能够换你的计划，3年不能够换那个手机，你知道吗？导致就出了问题，所以第一时间呢换不了，给我锁住了。锁住之后呢，我就去跟他们去沟通，反正就强行沟通吧。所以沟通完了之后呢，他那边那个东西呢，我都不变，就是他默认我呢还在用这个，但是我拿这个呢去跟苹果呢，我吹着印一个，他也会帮我开通，但是这个机器的钱呢，我还要继续付，等于我要搞两个，那您去年合适的，今年就不合适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呢，哎，就算了吧。哎，今年这好像是比去年这轻稍微轻了一点点，的确是轻了一点点啊，好像它是因为是换了钛金属，轻，的确猫着轻了一些啊。但是不管怎么着吧，反正最后跟5月份讲，最后呢他也同意让我呢这个去换手机了，但是我跟苹果换，不过以后呢我就都跟苹果换了，我就不跟那个5月份换了，跟苹果换呢现在都是那个吹着印的，也不用那个年年换新的，年年换新现在越来越不合适，年年换新你最后你还亏钱亏挺多的，我们前几年都因为你最后你要用不到12个月，你要按12月付钱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呢你再耽误点时间什么的，最后你可能就用了10个月，然后付了一半多的钱啊。不管怎么着吧，反正呢今年就解决了，明年就跟苹果换，就完了，以后就不跟 Verizon 玩了。但是我这边我还得给这个机器再付2年的钱啊，这个讨厌死了。不管怎么着吧，然后就拿到了啊，拿到打开我们看看，打开看看，开机，
亮了啊，先搁这儿。老婆，这个你自己开还是我给你打开得了？你打开吧，你不是喜欢？不，它现在不好玩了。它以前那么那个，就是这外边有一层膜，还记得吗？你可以撕。然后呢，这里边还有一层膜也可以撕。这打开了就这样的，好不好？然后哦，我跟你说啊，虽然我说这个机器拿来之后，我非常担心，我担心它什么，知道吗？因为我们这个不是耽误了一段时间嘛，我们最后不是九月底拿到的，我们是这个。十一月一号这才拿到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担心他给我寄来的是这个印度产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们都说头一波都是中国的嘛，后边一波可能是印度的，给我吓坏了，知道吗？我赶快呢去看了一下，等我先把这，哎，哦，他今天给了你一个这个USB 的这个口的这个线，这线摸摸着还不错，这些啊，等会儿啊，咱先那个给我来给你看一下啊，我特意呢去看了啊，没有问题啊，看没有，在这儿写着了，看没有，在哪儿了？哪儿去了？哎，在这儿没有，在中国组装，看见没有？这两个都写着，都是中国的啊，这都是中国造的了，这两台啊，不是印度的啊，啊、哦，我松口气，真的松口气。不过当然也有可能呢，由于这个，我觉得什么，就是说那个传言有可能是真的，传言什么真的，知道吗？所有中国做的 iPhone 供应北美市场，所有印度做的 iPhone 供应中国市场，你知道吗？他们以前日本人做车也是在日本组装的车供应的北美市场，中国组装的车卖给中国人自己。啊，你像以前的话，最起码中国做的卖给中国自己也就算了，现在倒好，把印度的卖给中国，把中国做的卖给美国，啊，你就看出来，在苹果内部，他也是他心里也有逼数，对不对？他心里是有逼数的，他知道，就是说印度的都供应中国市场，中国造的呢供应北美市场，啊，你就能知道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说，苹果现在对印度产的东西，他心里也担心，他也犹豫，好不好？然后把我老婆这也给他开开啊，这个。再撕一个，再撕一个，好吧，好，你就打开，也是这意思，也是这意思啊，也是啥也没那个啥，哎，怎么说呢？怎么说呢？这颜色，老婆你喜欢吗？这颜色？还行，凑合啊，凑合用吧。因为之前都没有这种颜色，今年变个。变一变嘛，这跟以前的银色其实也还没有以前的银色好，以前银色都比这好看一点，嗯、是吧？这颜色，对这几年这颜色，上次那绿我也不喜欢，去年的蓝我喜欢，今年这紫色我前年的蓝我也喜欢，去年的这紫色我也行啊，今年这原色我还行，那墨绿和这个颜色都反正。哎呀，算了，反正就这样吧，就这样吧，就这样，甭管怎么着吧。然后这个。我就开始设置了，一会儿设置完了之后再给大家说说感受，好不好？这头一段先到这儿，所以要做一个开箱，好吧？好，现在回来了，已经把这个整个倒过来了，看看这是老的，这是那新的，老的这个呢，我已经把它清除掉了，它对整个机器抹掉了，然后呢，把所有东西都倒到新的这边来，然后呢，出了一个问题啊，我刚刚在录第一就前半段的时候，你们看到前半段的时候呢，我当时不有两个这个旧的嘛，一个我老婆，一个我的，还有一个这个新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等于刚就是前半段是拿这个旧手机加麦克风录的啊，加这些麦克风录的啊，然后呢，现在呢是用这个新手机，一个在我这儿，另外我老婆那个，现在你们录的这个就是用 iPhone 15，就是前半段是 iPhone 14的 Pro Max， 现在录的是 iPhone 15的 Pro Max， 但是前半段呢声音可能会比较好，因为前半段呢我是自己带麦克拿这个录的，但是后半段呢不行了，为什么呢？你看这个麦克风了吗？这个麦克风呢，当初就是那个麦克风的这个接收器，这是我用麦克风啊，我这个在我这儿，那个在手机上就可以用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它这个接口呢是 Lightning 的接口啊，然后呢这是 iPhone 14还是 Lightning 呢？从 iPhone 15开始呢不是了，它是 USB-C 的接口啊，那这是 USB-C 的接口啊，导致我呢插不进去啊，接不上呢没办法，我刚刚上网看了一下啊，它呢还有这个有新的这个 3.5 呢转 USB-C 的，也是这个苹果公司的这个东西啊，那我买了之后呢，它可能呢要明天吧，明天才能给我寄过来啊，那导致了我现在呢就没有办法呢用这个麦克风了，不过也挺好的，那现在用的这个麦克风呢是这个手机它自带的麦克风啊，你正好呢也可以听听这个效果，那我现在录的呢就是拿 iPhone 15的 Pro Max 呢去录的，然后呢是它自己的内置自带的这个麦克风，你可以看看呢这个效果跟刚刚前半段对比一下，前半段是 iPhone 14，你看看 iPhone 14、iPhone 15，你更喜欢哪个的效果？然后这个声音呢，这声音倒好了，也不错，正好是 iPhone 自己的麦克风在收音。你我现在也不知道声音效果，因为现在正在录嘛，录完之后能听到声音效果怎么样？
那我呢也不知道啊，那我呢只能说呢做一个对比好不好。做个对比呢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啊，这台机器显得比老的这台机器要小啊，它显得好像比它小，它呢比它轻，比它也薄，看起来呢好像也比这个 小了一块似的。可能这个边框呢它是一个真的一个边框，这个边框比较浅，所以边框看着好像小了一些。然后屏幕呢看起来之后视觉效果，如果不看这光看这个的话呢，感觉这个新的这个屏幕比原先的屏幕小了。但是你真的把两个在一起做对比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它实际上是大了，知道吗？但是视觉效果小了。但你要明白，就是说视觉效果它是一个骗人的。你看它这个边的确，这个边呢更厚，这个边呢更窄，对不对？它好像比较大了一点点，对不对？但是我看起来不知道为什么，给我的感觉好像它更小了似的。你知道吗？所以呢，这个东西它就有问题了。就是说你明明是大了，但是看起来小了。但是这个到底是视觉效果重要呢，还是实际重要呢？这个东西反正。哎呀，不管怎么着吧，反正我换完了之后呢，我其实不是很满意。说实话啊，我觉得我这颜色显得呢，你看这个颜色，这个色泽你能看出来吗？它显得高级，然后拿在手里有质感。这个呢，显得就 low 包啊，真的跟个不锈钢尺那颜色似的，特别像那个钢板尺。对，就小时候我们用那不锈钢尺那颜色。哎呀，真的是。对，它可能就因为原色吧，给你感觉就跟没上色一样的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反正就是我你能感觉出来就不是很好啊。但是优点吧，就是它好像变得薄了，变成轻了啊，是不是拿在手里也变轻了，然后你可能出去搁在口罩里它也轻了一些啊。这个其实是好处，但是质感还是要有的啊，你不能说你质感也下降了。不知道它怎么搞的，反正就感觉这个质感下，也许换个别的颜色好一点，好不好？所以就这个来讲呢，我建议你如果要买的话，尽量别买它的原色。这原色看着真的就是非常的像那种，工业半成品，它不像是一个就是说制造完成的一个东西啊。我建议你呢买一个那个上色的得了，买一个蓝色或黑色，我觉得可能会比这个更有质感一些。当然这个就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这是我自己的观点和看法。然后呢，就是说正好这个按钮呢变了，这个按钮现在变成了就是说摁住了，它默认的设置是摁住了之后静音，摁住了之后呢给你打开。那我会更喜欢以前的这种，就是这种来回播的，它特别的明显，你就知道它有声音还是没有声音，对不对？那现在这个呢，由于它搞成这样之后呢，我也不用它了，因为它反正也是电子的，你可以在那过来之后在那点一下，不就静音了吗？你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现在呢干脆呢把它设置成什么呢？设置成摁住了之后呢照相，摁住了就把照相机打开了，好吧？然后呢就，哎，哦，它再按一下，它就开始录像了都。你知道吗？它进了照相之后，你再摁一下，它就开始，哎，它就拍照片。如果你摁住了呢，它就开始录像。哦。你看，摁住了之后，它就开始录像。但我一撒手了，它就停，你知道吗？它是这样子的。哦，我这也才刚发现，刚发现啊，它是这么个情况。那好吧，反正呢就这样。那值不值得升级吧？我就说一下，我觉得不值得，真的。如果你是 iPhone 14的 Pro Max 到 iPhone 15的话，完全不值当的升级，真的。我觉得不如等 iPhone 16。他们都说明年可能这个会有一些大的这种更新和这个升级，我觉得你不如等明年。啊，其实去年13到14的时候，我也觉得，我不知道苹果怎么搞的。苹果这两年的变化真的实在是太小了，小到了都没什么太大必要。而且当然如果你是说你就是想要，有的人想要这个，就觉得把它的这个充电口呢统一了，对不对？但问题是，你看它的那些鼠标啊、键盘什么的，也还是在这种Lightning 的口。然后你看我们这些东西还都用 Lightning 的口了，你这样突然一换了之后，其实我们。还不适应，还不方便呢，对不对？你看我现在录像连那个麦克风都接不上，对不对？我还要再买，我要重新买这个设备。所以反正这个就是看你吧。如果你需要这个 USB-C 口的话，那么你，但是你说你为了一个 USB-C 口升级，我都不知道又花了几百块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这个吹着印，他才给你吹着印多少呀？现在苹果黑极了，这个才给我吹着印650，我这边又要再付差不多600多啊。这个手机连税什么加在一起，一共付了差不多1300美元，这个。650那等于就是一半嘛，对不对？一倍，然后就为了一个 USB-C 口，你自己去决定你值不值当的，好不好？但是我反正呢，觉得我是呢这个，不知道，当然我已经升了，对不对？人傻钱多嘛，对不对？这苹果都是我这样的客户，苹果，
就他就市值就过一万亿了啊，都是像我这样傻缺的客户，好不好？然后我这个还是为了这个升级，我还把这 Verizon 这边这个的还要接着付，然后把这个 trade in， 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今年是非常的不合适啊，然后还给我弄个这，我就觉得怎么说呢，我光想骂街了啊。然后这摄像头我还以为摄像头变大了呢，结果也没有，你看摄像头也是一样的，我以为摄像头底大了之后更大的一级呢，其实你看有吗？一点都没有，也差不多。你现在我也不知道，一会儿我们录完了之后呢，我们剪在一起，我们也看看前半段和后半段录完之后有什么区别，是不是？你看这摄像头有区别吗？也看不出区别来，对吧？对，看不出什么区别来。他们说是这个15比14摄像头大了或怎么样，是不是它的眼儿大了？眼儿大吗？你看看，我也就没看出来哦，看不出来，这个浅可能看那什么深，不知道。然后对录视频的时候有一个改变，就是录视频中间有一条水平线，当它没有水平的时候它是一条白线，当变成黄线的时候它就消失了，说明你是水平的，你端水平了。它为了对这个有点像相机以前也有这种功能， 对吧？对，但不知道14是没有还是我们没调出来。哦，这个反正直接打开就有，14的时候没有，就不知道，没发现了。反正对啊，但是这种东西我觉得它是一个软件的层面的东西，对不 对？实际上它从软，它是不是也需要内部有一个平衡仪？但是以前它没有平衡仪，我记得以前它有平衡仪的，以前它可以去查那个就是方向的时候，不也有平衡仪吗？让你放平了。对不对？就东西南北，让给你查，它不有那 app 吗？对，那它所以它平衡仪原先就有了。实际上，这个硬件本来就够，其实就是软件给一个升级就可以的，对不对？哦、对吧？然后它比你花几百美元去换一台新机器，给了你加了一条这个水平线，对给你来了一个 USB-C 的一个口啊，那给你换了个颜色，不是就是不把你刷的漆给你抹掉。给你卡死掉了，不给你上色，还给你偷工减料啊，是不是？是。反正就这么个情况啊。那我个人觉得，有13的不用换14，有14的不用换15，没有什么区别，没，你也感觉我你用了它，你感觉有区别吗？你感觉更快了吗？我也没有，我完全是感觉不出来更快了，或者屏幕看起来颜色有什么改进都没有。我觉得跟这15跟14，我是一点区别都看不出来，基本上完完全全，是一样的。从我这儿来讲啊，就感觉这边钮和下面这个硬件上有那么点小区别。然后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讲还更不方便了，我还更喜欢原先拨来拨去的。你看我有时候调静音，这么随手这么拨一下，特别方便，都不用看。尤其是你在口袋里，你觉得想静音的，你就伸手一进去一拨就完了，对不对？你都不用拿出来，现在我还得拿出来，还得这还那，反正就是对啊，给我造成了很多的不方便，这我还得换接口，是不是？然后还花了钱，所以我个人认为呢，就这样。或者当然，要不然你对重量特别敏感啊，你觉得把它搁在包里背着它沉，让你换一个你觉得轻一些，可能会给你减成一点重量。那我觉得这个就值当的嘛，对吧？不值当的。那然后呢，他每一年呢都这样。去年呢，你看我13换14的时候，我也说13换14不合适，然后他们都说呢15的时候会有大的这个升级，然后15的时候我们换的合适。后来发现15的一个大升级呢就是 Lightning 变 USB-C 了，对不对？然后现在跟你说呢14换15那不合适，说明年呢16的时候呢会有大的升级，然后到明年16的时候你就跟现在一样，知道吗？满肚子这个都是一万只这个草泥马在奔腾，知道吗？你说会不会就是每一年小的变化？你老是说13不值得换，14不值得换15，但是13和15之间你突然换一下，其实差别还挺大。它每一年，因为咱每一年都换，所以你感觉区别都不是很大。我觉得是这样的，知道吗？它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你这台手机用了一年了，多少有点它磨损，它有点磨损，有点旧了，对不对？你看这边什么有点磨损，屏幕有点磨损，有点旧了，那你换了新的呢？反正这，但这屏幕看着不知道为什么，只要拿来怎么看着就跟像有磨损似的，我也不知道它怎么搞的，就是吧？反正但是好像也没有上面那么多的小细纹，是吧？这上面不知道在哪划了，有小细纹，这上面的确还没有，是不是？的确是没有，这个的确，反正就它就新一些，只是这样而已。让你用了两年之后，那就是主要是旧了，旧了换新的。但问题你13，比如说你13用了两年，给你换一个新的13。
你跟换一个新的十五，你觉得有区别吗？好像也没有，因为我想着当年用的那个墨绿色的是不是十三、嗯，就跟这个还差不多。对，一样。对，实际上是、嗯、就是重一些。不对，十三是蓝色，蓝色的，蓝色。墨绿色是十二，十二，十二是墨绿的，十三是蓝色的，十四是紫色的。哦，是紫色的，想起来了吧？这前面是蓝色的。那十二你们也不用换了。对，我觉得其实对，从十二开始都不用换上来。你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，你看有区别吗？嗯，感觉不出区别来。这几代都没什么，就真的是没什么区别。嗯，我觉得酷狗是不是要不然干脆能不能把屏幕变得再大一点？嗯，是不是？你可以再稍微你码就在边上再多一毫米不就完了吗？对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这代反正比这代都轻了一点点，你再加一毫米上来之后，加上那重量跟它差不多，你可能加了一毫米，加里上还能多加点电池了，还没准还能多加点续航什么的。你说是不是？对吧？你哪怕你这样让我感觉哦，又更大了一点。当然有的人可能手小，他觉得太大了，不方便等等。反正我觉得我不知道，反正我觉得酷可得想一想，要不然的话，你是不是把这四个角变成方的？就感觉稍微那什么一点，我是真的不知道，反正我是感觉不出任何区别来，我不知道谁能感觉出区别来，对吧？对呀、啊，所以其实你真的，如果你隔一代升级，你也不过就感觉就是说，反正就旧了嘛，旧了这个就有磨损和换新的，就仅此而已啊。反正我们期待吧，期待明年十六能有一点这个创新啊。但是我跟你说啊，从一个方面说明今年十五卖的其实不好，不是很畅销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嗯，你看我们耽误了几天，我们才预定上，对不 对？我们耽误了几天，当时我们第一次预定的时候，他本来说这机器什么时候，他跟我们说是11月的21号到28号的那个星期到， 对不对？所以现在我们10月1号就拿到了，没问题吧？对，我们提前一个月就拿到了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原先很多订的那机器人可能都取消掉了，对不对？导致他原先认为会卖那么多的现在没有，对吧？现在你看10月1号就拿到，提前了28天，对不对？本来我们晚了几天，他说我们要到十月底的，最后现在十月底十月初都拿到了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还是卖的不好，对吧？就卖的不好，卖的有问题，对不对？当然了，这个有可能也是因为他自己升级有问题。另外一个就是说，这个华为现在在国内现在整个那个民族情绪吧，民粹的那种感情特别强烈。然后现在你看，很多的，反正就我们看，现在很多中国的这些影视明星，像成龙他们，对不对？都现在刻意的，他要去买一个华为。然后呢，他在网上发帖的时候，他下面会写着是发自我的华为什么 Mate 60 Pro 啊之类的那种东西，对不对？有很多中国的现在那种大 V 艺人，他只要一那什么的话呢，都是这个，对不对？他的目的也不是说他多喜欢华为或怎么样，他的目的就是表现自己的这种爱国情怀，是不是？因为你现在，你像以前，你像这个，我记得吴京拍了战狼，对不对？拍了战狼之后，然后他就是这个还用 iPhone 就被人嘲笑，对不对？后来我看吴京在公共场合再也不用 iPhone 了，对不对？以前我记得彭丽媛也用过 iPhone 去照相，也被人说了，对不对？说你看彭丽媛都用 iPhone， 后来彭丽媛也是刻意的就再也不用 iPhone 了，是吧？你看从彭丽媛到吴京到下面，现在就产生了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整个中国它的现在这种民粹这种情绪的这种高涨，导致这些影视明星啊，你包括还有一些像中国的一些领导人，对不对？出来要么就不让你看见他的手机，如果你看见的话，他就不是 iPhone， 是不是？他刻意在营造这么一种东西，对吧？不让人，就是说反正最少不让人通过这个来指责我什么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我觉得这个来讲，多多少少对苹果的这个销量是有一定影响的，因为华为那东西并不便宜啊，华为那东西跟苹果其实价格也差不太多了，对吧？它的我不知道 Mate 60 Pro 啊，还有它像又出什么，又出 Mate 70是什么的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最近这个高端机出的还挺多，是不是？那肯定我想会对苹果会有一定的这个冲击。啊，我想还有这个车也是，以后慢慢陆陆续续的就开始了。当然有人说，这好像中国人呢，其实也不是，东亚这个文化圈呢本来就这样。以前呢，中国的产品跟人比实在是差距太大了，大家都不知都就把那，因为差距太大了，把那民族情绪都压下去了。你发现没有？但是你看，在日本和韩国，它也是，日韩也是，很多的老百姓如果爱国的话呢，都是就是说韩国人家开自己韩国的车，对不对？日本人开自己的日本车，对不对？他就是还是就是展现那么一种民族的这种。你看，日本的天皇是不是坐的也是那个丰田的世纪是什么的，对吧？
是叫丰田世纪嘛，还有丰田皇冠什么的，反正不能说吧，反正就是对不对？你看英国的这英女皇，现在包括现在这个查理三世，对吧？他们都是做以前都是做劳斯莱斯，后来劳斯莱斯卖给宝马了，然后他们开始做宾利了，就不做劳斯莱斯了，对吧？因为给卖了嘛，卖了之后开始现在都做宾利，对吧？你看日本人家就做这个丰田公司的这个车，对吧？那你看中国现在习近平做那个红旗，对吧？以前是没办法，以前不得不买人家的，但现在来讲呢？红旗能做出来了，他就开始做红旗了，对吧？其实都是如此，都是如此，对吧？英国来讲的话呢，你几乎不可能看见英国女王或者是英国的这个查理三世，英国的国王，对不对？去开辆宝马，对吧？天天坐个宝马，坐个奔驰了，对不对？他肯定不会的，对不对？他要么就是路虎，要么呢就路虎现在也卖了，英国现在真的要不现在说这个英帝国正在衰落啊，那什么？对，路虎也卖，现在只剩宾利了，就只能做宾利了。劳斯莱斯也卖了，然后后来这宾利不能卖，宾利再卖就没得做了，你知道吗？宾利再卖坐马车，就坐马车了，就得。说这意思吧，说这意思，反正中国我不知道这个，反正他这种他有一种社会压力在，导致很多人其实可能真的就是不方便用 iPhone 了。是吧？这个在中国来讲，对 iPhone 的影响还是有一些的。现在反正据说现在有一些内部开高级会议的时候呢，有的人就是，比如说大家开会嘛，手机搁桌上，对不对？你要弄个 iPhone 的话呢，他那种，你看旁边别人都拿了华为，对不对？比如说你安全部一开会，对着门一坐，十个人一开会，九个华为，就你一个人弄个 iPhone 搁在这儿。你自己一看你就揣兜里了，别让人看见，对不对？反正觉得感觉你就跟那个美国间谍似的，就他有那种压力感，对吧？所以呢，这个不管怎么着吧，我觉得多多少少对他的销量肯定是有影响，不然的话我们不会提前一个月拿到啊。本来按理说应该十一月底才拿到，对吧？所以呢，然后呢，反正又跟中国又搞成这样子。如果明年再没有什么大的创新的话，我觉得明年恐怕销量就更加的会受影响。所以我觉得库克要赶紧想办法了。是不是？而且说句实在的，如果现在，假如说现在华为当时美国不让卖，假如华为在美国能卖的话，你说我们呢？我们会不会买个华为试一试？搞不好我们也买一个来，就是，不过也够呛，因为我整个的生态环境都是苹果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弄华为之后跟我那些都连不到一起去，你知道吗？不兼容。他不兼容，因为你看我手表嘛，我全都是苹果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现在是被绑定他在生态圈里的，知道吗？就是不太容易跨出去，是吧？再说吧。所以我也没办法。那不管怎么着吧，作为一个小白鼠啊，我呢付出了惨痛的代价，给你证明了一个呢，其实这个十五呢，真的是我觉得能不换就别换，等明年十六得了，好吧？那这期先讲到这里吧，谢谢大家。